现在是9:30，是10月29号啊，由我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小故事。其实到现在为止，就是当下，我都没有想好。给大家讲点什么呢？既然是儒释道文化这么一个传播，我就给大家要么讲个小常识。大家经常看这个电影儿、电视，或者一般学佛或者修道，或者咱们这有信仰的人呢。最起码对这些，符咒啊之类的东西，多多少少有所了解。比如说，就是之前，不能之前哈，就说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叫"急急如律令"。有的呢是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。这到底是啥意思呢？大家一般，怎么说呢？大部分都是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一听急急，如律，就是一看啊，就看了这是哪个僵尸片儿，就想到这个僵尸片了，就把这个当个小故事讲一讲吧，因为我实在，一下子故事太多，不知道从何而讲，但有的时候呢，我是期待群里边师兄给个提示，以群里边师兄想听的故事来给大家讲，以后呢尽量是。想听什么然后呢，我就给大家，只要是我知道了解的，就可以大家讲来。太上老君急如律令，这个律令如律令嘛，后边有两个字，律令，法律的律，令牌的令，他这是啥意思呢？律令啊。其实是周穆王时的一个人的名字。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跑得快，当代就是刘翔吧，他是100米冲刺比较快呀，人家这是日行千里马拉松也快，速度很好。然后在他死后呢，就成了神，属于道家雷部的一个神灵，雷嘛。大家知道吗？风雷电掣，雷厉风行，据说呢，西北就在中国西北有一种神兽，形状呢长得像马一样，但是它这个脚呢不着地，是在空中的这种神兽。疾行如风，那跑起来那速度就像风一样，超音速的，就是这位律令，这个神灵变化而来，大家很多误会呢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是不是让太上老君快来听你的命令呢？不是。太上老君是道家三清，祖师里边的其中一位。他怎么能你一个普通的人，或者一个小道士，你怎么能命令他呢？不是的哈，急急如律令的意思就是啥呢？应当像律令般的快速，就像律令，就是刚才那个。周穆王时期的那个人雷部的神灵，来形容呢，
太上老君或者神灵的那个反应快速的程度。正确的理解就是说，太上老君啊，你赶快来帮助我吧，您要像律令那样的行动快速，就是提醒您老人家像律令那样来快速的帮帮我。这是信徒的求助的话啊，表现是求助的迫切，希望的真诚。哎呀，快点来帮帮我吧，我这儿非常着急啊，谢谢啦，就这样子。其实这个卢律令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啊，就是这种知识呢存在于这个道教的这个知识谱系之中。道教的咒语里边常用的叫卢律令、急急卢律令、太上老君、急急卢律令啊，是因为这个道教兴于汉代，在这个汉代的诏书和檄文中呢多有一个词叫卢律令，意思是呢下属要严格按照法令来执行，在语气上呢有些违律必究的意味啊，这是一种申诉法律政令权威的一个官方套话啊，最初是被民间的巫师最先使用。在东汉有巫师在举行那个木门解除的时候，有个解除文，简单的句式就是六个字，白解去如律令啊，就是把这些该解的不好的都解除，如律令啊，就是要严格执行啊，这也是两个说法啊。后来就把这个卢律令呢就被一些道家呢吸收并广泛的应用在里边啊，然后呢最主要是它嵌入了一些神仙的名号啊，后边呢有的时候还加上赦、赐、急啊，然后呢都是来表示一种积极的啊，按照咒语执行不得有误啊，只是按照这种不得有误，不是指让太上老君或者诸位神灵不得有误啊，而是来执行这个咒语的啊，有的是将正统的法门比如道家正统的法门是天兵天将，或者是一些灵性啊，就是让这些比如说附体啊之类的停令。然后民间巫师呢有的他演的是阴兵，就是招募那些孤魂野鬼，然后回来养训练成兵帮他办事，所以大家都要有正知正信啊，信仰正统的佛道儒啊，不要迷信啊。之前有位师兄说啊，说宋师兄啊，您能不能讲一下钓鱼有什么样的果报呢？这里边呢咱们做简单的一个分享。现在呢都认为啊，就是这个生活小康了，家庭富足了，人们呢开始有了更多的精神追求，更多的空闲时间啊，也有很多人呢有了一种爱好叫钓鱼，美其名曰啊陶冶情操啊，往返于大自然当中，与大自然和谐一体啊，
静静地观于上钩，磨练自己的毅力和耐力。啊，把俨然形成了一种国学、风尚、文化，而且包装的那是相当的优雅，让不学佛的人听了，其实，哎呀，那是非常的向往，啊，就是学佛人听了也觉得，哎呀，道理颇深，德大于失，啊，随之呢，有独钓寒江雪，哈哈，有独钓的，哈。也有大家约好一起啊去钓的，谈笑风生啊，钓上来吃得了吃不了是另外一回事啊，人啊，关键是要展示自己钓鱼技术技艺的高超。殊不知钓鱼的果报非常之重啊，钓鱼以利诱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你是拿什么做饵啊？蚯蚓吧，或者等等鱼爱吃的料，这本来就是一种杀生，以一生命啊去换取另外一个生命，这是杀生，是其一。你钓鱼钓上来吃是其二，钓鱼的鱼钩系在这个鱼的咽喉，给它巨大的伤害是其三。这个鱼为什么会上钩呢？因为它贪吃，想吃，爱吃，其实这何尝不是一个人生的道理呢？所以说有些咱们经常理解，哎呀，有条大鱼要上钩了，为什么人经常会被骗啊？为什么你又经常进入别人的圈套呢？鱼因为贪吃诱饵而进入你的钩，上你的钩，进入你的圈套，你又何尝不是别人钩上的鱼，隔人别人网中的鱼呢？当自己把鱼钓到沾沾自喜的时候，有没有深情的反省一下自己，也经常做别人鱼钩中的鱼，别人渔网中的鱼啊？为什么会成为别人钩上的鱼呢？嘿，不是就咱们自己贪心嘛，很简单啦，无非就是贪钱贪色，对吧？你看网上有很多啊，看到一个小姑娘啊，挺好看，网上也视频，人家啊去了啊，怎么回事，然后被人一群人啊去了把他打一顿，然后勒索他很多钱。为什么会被勒索？是因为他心不正贪色。为什么路边那些摆着赌博的小摊啊，或者是一个残局的棋，有很多人想去下一下呢？是因为他们觉得他的棋艺还不错
啊，已经认为啊，就说过去以后或许可以赢钱，可是往往呢会被这些人啊坑的身上一文没有。为什么经常有些短信说你被某某啊，我们中央电视台、什么苹果电视台等等抽中了大奖，这些假信息呢？也是利用了人的这个贪心和欲望啊。其实多来回一想，智慧就会开启。钓鱼之时，自己也是鱼啊。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进入别人的圈套，成为别人钩上的鱼。有可能是损财，有可能是损命，果报不一而足啊。我给大家讲解一个师兄的经历吧。这位师兄啊，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钓鱼啊。那时呢，小城市周围骑车啊，半小时就能找到几条野河，就是以前呢河流比较多，不像现在咱们的地球被污染严重，各种建筑频繁，损坏了就是破坏了很多天然河流啊。河流呢不是干涸啊，就是被填了，尤其在北方找点河都比较难了。哎，这位师兄在周末呢，就是有时候呢和大人，当然他那个时候年龄不大，就约好呢搭他们的便车去钓鱼。一钓就是一天呐、啊。有时候呢他自己5点钟骑了他自己也去啊，就是说骑上那个自行车啊出去，下午3点回来，就早上5点去3点回来啊。就是他一天收获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呢总有那么一两条大鱼。直到有一次经历之后啊，他就再也没有钓过鱼了。什么经历呢？听我慢慢分解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啊，他的朋友的父亲去世了。这位师兄当时呢在帮忙料理后事，很晚才休息啊。一大早起来呢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呢又要去参加葬礼啊。也许是太累了吧，也许是在太平间待得太久，那天早上呢他就莫名其妙的摔了一跤，脸朝下咔就趴地上了。顿时呢这个血啊就从嘴里边流了出来，满嘴都是血。父母以为呢这个是门牙磕掉了，哎呀仔细一看呢，是下嘴唇的内侧被牙齿磕破了一个大口子，血不断的那个往外涌啊。然后呢就一家人就赶紧把他送医院啊。当时可能120也不那么熟悉啊，大家是自行车啊，也急急慌慌的把他送到医院啊。赶往医院之后呢，医生拿出针给他缝伤口，当时呢因为是头部嘛，这位师兄还忍着剧痛说不要给我打麻药了，想的就那么几针嘛，男子汉大豆腐还挺不过几针吗？他就想的是挺过去就行了。没想到接下来的场景啊，让他终身难忘。给他做缝的这个针呢、啊，和鱼钩相似极了，
是一个弯钩形状的，然后让它张开嘴，翻开嘴唇，一针弯过去，线也跟着穿过它的内侧嘴唇皮，缝了4针。他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，疼倒是忘了。他记不得当时是否疼，那疼肯定是一定的哟。那个时候他已经被这种形式给震惊了，因为他不是，他只觉得呢自己和鱼一样，被钓过的鱼肯定有这种感觉，太痛苦了，更别说被人抓住后回去。把鳞片刮一刮，开膛，破肚，把鱼鳔，之类的全部拿出来，甚至还有的鱼，肚子里边还有很多的鱼籽呢。如果你不杀，如果你不吃，这些鱼籽很可能最低有20%会存活吧。想想当年人，日本鬼子拿枪把咱们中国的怀孕的妇女肚子剖开杀害婴儿，总觉得日本鬼子残忍无比，禽兽不如。可是咱们人呢，做得如何？我记得。我没学佛之前，还在那个叫湘菜馆朋友请客，有一道菜叫多子鱼，还是什么鱼，然后那个鱼肚子里边全是籽啊，我深深的像被我的无知，当时确实很无知啊，还觉得。是一种享受，有这么样的领导来请我，能吃上这样子的高档的饭菜。现在我觉悟了，就是你给我1亿，我也绝不去咬那个鱼籽一口。从此之后啊，这个师兄。一下就悟开了，从此再也不钓鱼。因为后来他学佛，他说，据佛经记载，为人纯缺者，前世钓鱼，鱼绝口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生得兔唇等唇的人呢。是因为前生钓鱼，让鱼呢失去唇的缘故啊，所以杀生者必有报应，不是不报，时称当然就是说还有其他啦，再简单给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吧，就说一位师兄的父亲是一个钓鱼老手，那技术。哎呀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什么鱼讯鱼标什么的，那东西太老练了，非常熟练只要是钓鱼的时候呢，有一张小灯，照到那个浮标，只要浮标上下浮动和闪动，洋杆一拉，很少落空。可是每当拆钩的时候很多时候鱼嘴鱼眼。那个眼睛都被这个钩子给勾破了，而鱼嘴还一张一合的，喃喃的，虽然没有发出声音，都像是在埋怨，又像是在咒骂。轮钓时，鳗鱼更是可怜，由于鳗鱼吃东西呢是用吞食，所以连鱼钩一起呢就吞到肚子里边去了。每当拉起的时候，
鳗鱼的绞痛的身形扭成一团，啊，非常痛苦。你想想，一个肚子里边放了一个钩子，当你拉起的时候，整个钩子在这个肠胃里边往上翻，大家什么感受？残酷之至啊！对，师兄在高中毕业不久呢，他的父亲就得了胃癌，啊，全家这个时候呢，笼罩在一片愁雾当中。送到医院呢，医生剖腹检视，检查嘛，打开他的肚子，给他检查一下里边什么情况呢？随后又将之缝合，摇了摇头说，没救了。但是一家人总觉得啊，要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这样子等死吧，就说哎，这个医院不行，换个医院啊。然后呢，换了个医院，然后呢再剖腹再缝合，医生同样的话，如此间啊，就是经历了三次都是没救了啊。最后一次在家人的这个要求下呢，医生才勉强将胃给切除。其实呢，这个时候的癌细胞已经扩展到其他部位了。他父亲的肚子呢，每天都在变大，呻吟哀嚎，翻来滚去啊。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他父亲钓鱼场景，鳗鱼啊，当鳗鱼被钓起来的时候挣扎成团的情景，就是鱼钩在肚子里边，那鳗鱼被钓起来那个挣扎，那种难受，那种表情啊，在他父亲身上表露无遗。他就想到啊，父亲返家杀鱼剖肚，就和他在手术台上的剖腹手术并无两样啊。他不是个鱼剖腹吗？现在他的父亲也连续剖腹三次，最后割掉胃啊，没有两样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。就这样的哀嚎、痛苦、纠结、愤怒，他难受吗？也生气啊。这样坚持了数个月，你想，犹如人间地狱啊。可是他有没有想到当时伤害那些鱼的时候，那些鱼的痛苦呢？这位师兄讲啊，他父亲一生行善呢，但就是不明佛理，不懂因果，以钓鱼为嗜好，残杀了无数众生。杀生不仅让他短寿啊，而就折寿了吗？寿命减少，而且让他临终非常的痛苦。像这么痛苦，大家应该明了，无论他当生做了其他什么善事，他绝对不在善道，地狱道是一定的。所以大家明了了吗？为什么佛教的五个戒律里边以戒杀为首呢？啊，他这个父亲的钓鱼受了现世报啊，大家也就明了了吧。其实还有很多呀，这些故事要一一讲来，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啊。有炸鱼、毒鱼、电鱼的人最后把自己电死了啊，又烹饪乌龟、烹饪鱼的人最后头脑发昏，把自己的孩子当成鱼在锅里边煮了。因为钓鱼导致最后得了食道癌的也有很多呀。
由于钓鱼嘴巴早早的牙齿脱落，语言不清啊，舌头发硬等等的因果不一而足啊。这仅仅是一个钓鱼啊，当然一样，杀生果报很。今天最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钓鱼，虽然讲的不够全面，大家也应该能有所觉悟和理解。好的，今天就给唠到这里边呢，送幸福，天天为大家送幸福，愿每一位师兄都能健康，都能快乐，都能戒杀放生。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